里斯汀·斯图尔特，美国著名女演员，代表作品为《暮光之城》。她精致的五官、柔美的气质、窈窕的身姿，不仅符合外国人的审美，连中国人也都夸她美得无可挑剔，堪称完美。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宣布出柜之后，一直都是怎么帅怎么来。黑色的 T 恤搭配黑色的破洞紧身裤，帅气十足，利落的短发很感型，露出精致的额头很有精神，搭配一个黑色的墨镜，强大的气场扑面而来。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的一组路透照曝光，这是她戏里的造型，身穿蓝色的甜美少女裙，搭配精致的盘发，优雅清新，这样的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一下子变美了好多，很有少女感。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还穿了双浅色的高跟鞋，气质很出众，精致的盘发加高跟鞋加小蓝裙，宛如一位精致秀美的大家小姐。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的一双小细腿在裙子的衬托下白皙纤细，很精致。刚夸完目光你变美了，马上就变回原样了，非要把 T 恤剪短真浪费。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戏里戏外完全是两个样子，这是他戏外的造型，和甜美可爱的戏中造型完全不同。出了剧组他马上变回了原来的样子。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依旧还是那副帅气随性的样子，只见他身穿白色的 T 恤搭配黑色的短裤，酷帅有型，长头发不见了，小裙子消失了，小公主也变成了一比男人还要帅很多的 K 帅。大家看出来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身上的这件短袖和原版的有什么区别了吗？他的这件短袖明显经过了再加工，把 T 恤剪短了，这样明显能够更好的去炫富，大秀好身材。不过好好的衣服非要剪短，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？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的这件短裤是高腰的，